你像这一款呢，是我公司生产的浮选机，它主要用于呢铅、锌、铝等矿产的粗选之类。它呢有电，像这个呢是四立方的，它主要是通过这个电机传动啊，中心传动以及浆料，在这个四个浆料当中浮选出来以后，这个浆料慢慢的哎粗选一下，它主要也是用于选矿上用。